欢迎收看《电玩宅速配》，我是主持人墨金。喜欢修仙游戏的玩家有福啦，有一款众所期待的修仙神话大作推出喽！看是要成仙还是成魔，都随心所欲。万千神将听你号令，多样坐骑灵宠等你来搜集，下载还送1000连抽，赶快一起进入这独一无二的神话宇宙吧！本作上古传奇神话宇宙是首款神话宇宙题材的修仙手游，故事描述上古巫妖之战后，妖族被封印在昆仑秘境之中，如今他们即将破封而出，玩家将成为被选中之人，守护三界。游戏中的场景动画融合了主流的仙侠风格，多元素的地图也带来不同的视觉体验，定能让玩家沉浸其中。而游戏拥有丰富的养成要素，传说中的神话角色应有尽有，他们都将化身炎、冰、毒、雷四系神将等你收集。创新的战斗系统让玩家能率领神将协力战斗，加上坐骑、灵宠一同出战，惊艳的技能特效将战斗体验带到新的高峰。本作玩法也相当多元，能与同服、同宗门玩家竞技一较高下，享受团队荣誉与热血战斗，也能尝试智闯妖塔等休闲小游戏内容。相信大家对于《聊斋》花姑子的穷书生安幼宇、《新还珠格格》的乾隆皇都不陌生。游戏这次更请到近期在《雪中悍刀行》中饰演剑神李淳罡的邱星志降临上古传奇世界，与玩家们一同修仙，纵横三界。还在等什么？赶快进入上古传奇神话宇宙的仙侠世界吧！来。